哪里歪了？你告诉我。不，我说你的椅子不是这么坐着的吗？所以你和他是对着的，所以你觉得他不歪。就这样吧。我嘴就没有好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头发很奇怪。我今天头发，家人们，金子浩连我们，我们先不接啊，我们刚开播，我们刚开播，等一下再连别人。谁连？金子少少。你们发现我今天头发它是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现了没有？喷东西喷的吧。不知道，像我这样剪成寸头省事儿。两个人就都 A 了。我充了电了。老婆你真坏，你把人家的猫的小房子给立倒过来了，他没法进去看着了。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多无语，今天本来想用电脑播，然后用电脑播我东西都收好了，东西都收好了之后把电脑上的东西都收好了，然后小杨又说感觉手机上播的比较好看，然后我又换成手机播了。家人们，电脑上那个有点奇怪了，对。然后昨天又换成手机播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调好今天。晚上好。我今天有点憔悴，我最近睡得不是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睡眠质量很差，可能是我昨天没有睡吧。我不今天发了个微博吗？然后我说我今天是早上8点钟睡的，然后我今天可能就是有一点困，就是感觉不太精神，感觉今天就是黑眼圈有点大。长期连我们等一下连啊，刚开播，等一下连他们。可怕的回南天来了，老公，你先看一下，没错，我拿一下东西。好，把头发倒了。你小心点儿，别绊倒了。太短了，我就是要短，就剪成寸头了，就是寸头就是短，就是要剪成那种短的。小杨不是大脸妹了。没错，大脸妹翻身了，朵拉也翻身了，大脸妹翻身，朵拉也翻身。家人们，头顶是抓的发型，就是光寸头有点愣，就是光是那种寸头有点，就是直播有点愣，就是抓了一下。有没有试过想过试试光头？木哥，你是想要让我老婆把我踹了，然后继承我的位置和他一起过吗？为你要让我试光头，那我真是，我估计剪了之后，他第二天我就可以离家出走了，我就可以走了。我可没有这样说过，我可没有这样说过。他寸头真的很帅，我昨天他剪完，我看他的寸头，我就是有感觉了，家人们，就真的很帅，感觉就是比他。就是比他那个之前的那个发型要帅很多，但是我这个寸头吧，和我去年剪的寸头还不太一样。去年没有软化像刺猬一样那种，就是撅撅着那种刺起来的。今年软化了，它是往下趴一点的，我要用发泥把它抓起来。
尊贵点，我们等一下连他们，我们等一下连他们，等一下连。我刚开播，今天我今天刚开播，等一下连，等一下连，等一下连，尊贵，等一下连。刚刚开播，我现在光有点怪，我调一下，调一下这个光。你觉得要不要把这个换成白色的会好一点？你觉得会不会这样的好一点？挺好的。会不会有点太冷了？我看看。你看一下，我感觉我最近挺好。你觉得白色的好一点吗？嗯，我就喜欢这种冷一点的好一点。那就这样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我不知道是我今天我没有睡的原因。我今天八点钟睡的，然后我就今天好像只睡了四五个小时，所以我今天有点困。我不知道是这个光的原因，还是我今天没睡够的原因。我感觉我今天好憔悴啊，家人们，怎么回事？你就睡太晚了呀，昨天晚上。没办法。是我的错吗？是你的错。搞得我觉得我今天，觉得我今天好丑，我觉得我今天。你的熬夜，我的战利品。家人们真的不能熬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今天起床之后，反正我就感觉皮肤就跟之前不一样，可能就是熬夜熬太多了吧。然后我感觉我今天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睛一直是那种刺刺痛痛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今天就没办法，然后我就是开播前反正就是敷了好久，我就敷了一会儿眼睛，然后我想可能会改善一下，没办法。就是 他剪完这个头发就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家人们，就是让我有点，我都没有想到会这么有感觉，家人们，反正就是没有睡，然后搞得我也很想剪一个这样的寸头，家人们。宝，你看，就是你觉得这个好看，是我现在这种软一点的好看？我喜欢你炸一点的，我喜欢你炸毛一点的。问问大家，不是大家。哪个好看，就是这种很硬的立起来的头发，还是这种软一点的？这是之前是，我感觉各有各的风味吧。不是，家人们，昨天本来我要给大家播的，我昨天本来是准备直播的。昨天我们是八点多去理发的，然后他其实他的短发理得很快，他基本上半个小时他就理完发了，但他就非要跟理发师说他要把头发给软化了，就是把他头发弄成这种塌一点的状态，结果他就弄了四个小时，弄到十二点，两三个小时，没有四个小时。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软，他剪完就已经很好看了，然后他不听我的，他非要去软化，然后所以最后我就看真的是来不及播了，已经弄到十一点了，我就从来没有播，家人们。这样。咱挨个尝试，我这个软化的效果没了之后，它变成硬的了，咱就是说咱再来一波那个硬的那个。但是我这个硬的它不听使唤，我硬的头发不听使唤，它硬的确实更硬朗一些，就是感觉更 A。 我觉得我喜欢，我就喜欢它刚理完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它现在的头发有点反正没有那个时候好看，我觉得。我知道我之前为什么会过爆了，老公。你现在是不是好很多？现在，真的，我真的服了，家人们。我就是他，真的那个头发弄了很久。然后我昨天坐在那个凳子上坐的，我就是很痛，你知道吗？我的那个。然后我就说天哪，我说你这软化一个头发比我把头发染头发还弄的时间长。我说我把头发漂成金色，然后我再染一个什么白色或者银色，我可能一共才四个小时，他就光软化了一下就弄了三四个小时，因为他是全头软化。因为我头发很硬又很厚，他理发师是一撮一撮的弄，他光就是把它弄服帖下来就弄了一两个小时。真的，家人们。然后我昨天我就坐在那个凳子上，我在那个凳子上坐得特别难受。然后反正我最后我就说算了，那我估计我也赶不上直播了。然后我就说那算了，我就不播了。然后反正我昨天也就没有播，反正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有些就会因为这种事情，然后没有办法直播。
但确实我感觉他把头发剪短之后是确实精神了很多，就是比之前来说精神了很多。好了，我们连一下，我们连一下，刚才有三个人连我们都没有连，我们一个连过来啊。嗯，杰尼龟在跟别人连，那我们就先连一个刚才连我们的。我确实已经不是朵拉了，朵拉翻身了。我看一下，等一下，看一下，朵拉翻身了。程琪啊，程琪也在跟别人连。我本来想说，我等一下再连过来，连给他们连过来。你等一下吧，我们等一下吧。你刚才就是刚开播，然后刚开播的时候，嗯，光没有调好，然后我刚调了一下光，换个发色更好看一点。嗯，我从来没有染过头发，而且我头发其实不需要染，我头发天生是那种棕色的，就是在那个自然光下更明显一些。朵拉翻身了，朵拉翻身。现在感觉我的头好大呀，好烦呀，我要去戴个帽子。你觉得我要戴个帽子吗？嗯，你觉得我要戴个帽子吗？不用，很好看。我觉得我现在跟你比，我的头显得比你的要大，家人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就是说，我这样吧，我把小羊的耳朵就是长这样，我以为之前以为精灵耳装的。家人们，我的耳他的耳朵真的很大，怎么可能装个精灵耳啊？家人，持久预留，我们先连一下，等一下连他们啊。灯牌。Hello， 晚上好。Hello， 好久不见。哎，我发现他好像剪头发了。对对，他剪了很多，他剪了寸。昨天陪他理发弄了4个小时，我真的服了。哇，剪短了，剪好短。清爽就是。对，夏天到了嘛。对，现在我感觉反而显得我的头就是头很大，所以我就想说，我明天可能也会去剪个这种短发吧。夏天来了，清爽。夏天来了，太热。咱这是发量多。真的吗？你这好会说话呀，感觉我的头现在比他要大一倍。现在没有没有，就是咱们都发量多。行，那我们玩一把吧。今天你有什么好玩的吗？我嗯，欢迎小猪。不如那个猜口型，猜你说了什么话那个。我们玩过这个吗？猜口型就是猜说了什么话，就是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关掉你们的声音，你们在屏幕面前说一句话，我们猜是什么哪一句话，可以吗？或者说我们可以玩？可以啊。行，那我们就玩这个吧。可以。那要没猜对呢？没猜对的话就做十个蹲起吧。嗯，行，好。那我们就玩猜口型了。OK。行，那我就先闭一下麦。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谢谢圣诞树，谢谢圣诞树啊！家人们，等一下，我拿个帽子，家人们。家人们，他，我老，我在我坐你旁边，真的觉得我的头好大呀！救命！明明是因为我离得远，你离得近。他真的，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他是个完美主义者。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我看一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家人们？这样会不会好一点？挺好的。家人们，你们知道要不要戴这个帽子？不要，要不要戴这个帽子？不太好看。好烦啊，你不再是大脸妹了，她不再是大脸妹了，我现在才是大脸妹，大脸妹就是我自己，家人们，大脸妹就是我自己。我宣布，我现在把朵拉的这个称号禅让给我老婆。我不是朵拉，我今天因为我平常我是把头发放下来的，我想说不行，她今天剪了头发，如果把头发再放下来会显得我的头更大。我在特地弄了一个中分，我想着我这样显得我的头小一点。家人们，但是真的短发真的显得头很小。我之前留短发的时候，就是我朋友就说我，因为我平时出门的时候，就我喜欢穿很大的衣服嘛，就显得我的头比较小。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我就穿了也是那种跟
就是跟大熊一样这种衣服，然后我就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就留了个很短的头发，我朋友说感觉我的头只有这么小一点，就是很夸张那个比例，短发真的显得头很小，家人们，我决定我就过几天我也要剪个这么短的头发，家人们，不行，不能被比下去，现在觉得我的头好大，让大家觉得我才是朵拉，家人们谁懂啊，咱说两口子都内卷起来了，都卷起来了、我们还有一分半，家人们，我们还有一分半。现在你是朵拉，我是朵丈夫，我不是朵夫人，我是朵丈夫。你不是朵夫人，我是朵丈夫。我就这样吧，我今天就这样吧。我明天研究一下，朵先生，我明天研究一下怎么就是让我的头显得小一点。谢谢魔之后做的一双新衣，谢谢魔之后做的一双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木哥人气票，大家把人气票搂一下，大家把人气票搂一下，谢谢蓝的怦然心动，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关注。手臂跟脸，我的手臂跟脸是一样的颜色，家人们，只是黄了一点，可能是这个打光的原因吧。谢谢木哥的烟花，谢谢木哥的烟花。谢谢木哥的烟花，谢谢点点滴滴的流星之恋。我们还有二十秒，我们还有二十秒，家人们。他们说我现在是大耳朵图图了。我们还有十五秒，还有十五秒。谢谢大家。谢谢我小精灵，他们上了抖音一号，家人们，他们上了抖音一号。我们还有十秒钟，谢谢我们就是关注一下雪条。谢谢彼此的直升机，谢谢 Bass 的直升机，谢谢团团。我们还有三秒钟。他坐在前面。对，可能是我今天坐的比较靠前的原因。谢谢大家，没关系，我们谢谢我们的点点滴滴，谢谢木哥，谢谢 Bass， 谢谢 Song， 谢谢我小精灵，谢谢 LAN， 谢谢摩托车后座，谢谢薯条姐姐，谢谢新月，谢谢 Angel， 谢谢大家。看一下，声音没有很响了。Hello， 那我们就是对，现在就开始说，你就说两句吧，或者说一句啊，等。字数限制。对，然后那我就是先把你的麦闭了，然后你开始说，然后我来猜。你告诉我，你不用闭我的麦，然后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告诉我们一下几个字就好，就是你就先说几个字，然后我。好，我先说几个字是吧？对，因为我把你的麦闭了，这样你可以听到我说话，然后就然后我听不到你说话，然后你可以发出声音，然后你就说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会说出你的那个字，然后懂我的意思吗？我懂了。对，那我现在是把你的麦闭了，然后说我来猜哦。对，我先说几个字吧，可以。然后你先说几个字，我先和他讨论一下。好。就对口型。就是我们说，他们就把我们的那个按住，然后。好，那我要看。几个字啊？这么长、啊，七个字，行，那我先闭麦了，你可以发出声音了，这样你们家粉丝就知道你在说什么。看另外一个屏幕。好，我先闭了。好了，我听不见了，你说吧。什么回家了？是什么回家了？母鸡在哪里？是这个吗？你看一下呀，你我在看这个，他在看，都能看的。我们是不是在家里？你们是不是在家里？你是不是在家里？你是不是在家里？是这个吗？不是，是什么？你是不是在家里？我放弃了，我就做蹲起。我说的是皮是不是展开？我说的是皮是不是展开了？可以，咱们真的很有缘分。我们上次我们给对方说的是那个什么？我们说的是斯琴高娃老师打了羊胎素了。我真的问。2345678，恭喜升级，恭喜九。
十。我们上次说了两句，第二句是哦，这是可以说的吗？对对，我们也没有说那个。没想到我们今天就说了后面的那一句。真的，我之前还没有猜到。那我也是七个字的。什么七个字？就一次是吧？对啊。哦，一次，我还以为有两次。闲一些也可以。我还想说，还是可以明天玩。我还说我还没玩。对。好，那我们下次。行，我们下次玩。行行，辛苦你们了，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玩得开心，玩得开心。你看小次郎睡得跟死猪一样。小次郎，我发现我们在哪个房间，他会是在哪个房间睡觉。家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我的身上是比我的脸要白的，我今天我的脸比我的身上白了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家人们。可能我就在想，他会不会说斯琴高娃那个？我想，我一开始想着会不会斯琴高娃那个，但是我后来想不对吧？我说这个跟斯琴高娃后面那些台词我忘了，我要记住就好了。成七连呐、啊，我们连成七，刚才有三个人连我们，就是我们刚开播的时候三个人连我们，我不是一个都没有连嘛。然后我刚刚想连他们就是在跟别人打，然后我现在连回来，我一个一个都会连回来的，家人们。我们连第二个，家人们，看一下，嗯。他们还在打，那个谁还在打，程七在线，简金龟还在打，我们先跟程七连，等一下，等连完程七连简金龟啊，嗯，嗨 ，Hello， 我刚才刚开播，哦、好的，今天打光有点问题，感觉有点过曝，不知道为什么。挺好看的，今天就是显得格外的有精神，啊、很不错，很有精神。那可能是他理发的原因吧，跟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就那个椰子鸡，我也想喝。椰汁啊，那就是椰子鸡自取。我们今天玩什么？就是抢一下吧。你们要唱太猛了，可以下吧。行，抢玩一下吧。好的，那我们怎么抢玩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好玩的吗？最近，我最近玩了一个对口型，不是对口型，就是猜口型。但是上次好像跟你们玩过吧？啊、没有吧？没有没有。那我们要玩吗？你什么时候跟我玩过？可以啊，可以试一下。那就是猜口型，就是谁赢了，然后就比如说就是赢的话，比如说我说一句话，然后但是不发出声音，然后你猜我说的是什么，然后猜错的话就是做惩罚。就是这样、okay. 就是如果我们输了，我们把你们的声音关掉，然后你们可以在屏幕面前说一句话，然后我们猜那句话是什么。对，猜口型。对，然后因为我听到、当然 okay. 那我们猜，如果错了就做十个蹲起就好，几个字都可以，猜一句就可以了。嗯，就猜一句是吗？对，一句或者两句。 OK 行，那我们就玩这个吧。嗯，好的。 OK 那我们直接闭麦吧，好像这个需要重开。好，对，重开一下。好。我老婆有时候给人解释游戏规则，解释不太清楚。你关声音了吗？我关了，已经。家人们，搂起来人气票，搂起来人气票，家人们，点一下黄色小心心，点一下为他助力，我们搂起来人气票，搂起来人气票。那我剪了短发戴眼镜就不好看了。你剪了短发戴眼镜很像我高中的同学，很像那种就是很像就是那种理科生的男同学，理科班的男同学，就是每天刷题的那种，每天刷很多题的那种，就像整个像一个哈佛学霸，咱就是说。但是我才是纯纯的理工男，家人们，他是假的理科生，我是真的理科生。还是不带了。你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你想看小杨侧面头发？小杨侧面头发，我说实话，小杨侧面头发，我觉得剪的有点奇怪，你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奇怪了？你现在头发有点像那个，你知道《西游记》里边那个。天竺公主吗？你知道吗？怎么了？就是有弯弯的这种，带个弯的这种，这像那个，
像那个王者出的那个新的皮肤啊，就是那个天头。你说这样吗？这样。我怎么展示国家相关的内容啊？好奇怪啊！我刚就展示国家相关内容了。没有啊。你说这样？啊？这样。嗯。这是我头发的方向就是这样的呀。你头发这个鬓角这不是这样的吗？我不是啊，我是直的下来的，你是弯的。你是从这个位置这样弯过来，然后直的下来的，我是这样的。但是你是有点弯，你有点小卷毛这里。啊，这个地方，嗯，挺好的，有韵味，比较 old school， 比较复古。天竺公主是的，就是有点天竺公主的那种，就是有这有个小弯钩的这种。我们家点小心心点人气票，家人们。他就是说，听的是大耳朵图图和朵拉的爱情。我怎么放的歌现在都这么 emo 啊？换一首。我们还有两秒钟加成，两秒不是很快就过去了吗？对，我们开始加成了，家人们。我不是朵拉，我是晴晴，他是小羊。你怎么拿了个帽子又不戴了？我怀疑可能这个帽子，这个他可能觉得是那个，会不会？不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你把他朝后了，不是刚才？我刚朝前的，我们加成了，家人们，点一下加成，助力一下，我们搂下人气票，家人们，搂下人气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人气票点上面的黄色的小星星啊，然后里面有个为他助力，我们点一下为他助力，然后把人气票搂一下，谢谢扣，谢谢打卤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人气票，谢谢大家人气票，谢谢北海的鱼，谢谢打卤面，谢谢大家。谢谢我的光，谢谢打卤面。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Kiss Me More》，Doja Cat 的。嗯。如果我们赢了，我想好。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想好我们要说什么了。你说什么？这是由内外，这是由内到由内而外的。不是，这句话是不是？这是由内而外的，不是，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那倒不是因为那个，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我们还有20秒，家人们众筹一下，但我们也不一定守下他，守下他。对，好吗？他们突然上票，他们偷塔。谢谢大家助力啊！谢谢大家助力，谢谢丫丫优的冰兔兔，谢谢大家。他不戴眼镜，他就看不清屏幕，所以他要去看那个。他都开始直白词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我们的点滴，谢谢打卤面，谢谢北海的鱼，谢谢扣，谢谢鼠小姐，谢谢我小的林森烟，谢谢西泉，谢谢我的光，谢谢当谷里格浪，谢谢大家，开下麦。Hello， 别打了，输了，没人输。那我们就说九个字，对，就是一句话，我们都很好猜的，嗯。你们最好是，是的，它是一句连贯的话，就你们把我们的麦闭掉就可以了。对，你闭一下我的麦。OK， 闭麦，闭麦，赶紧，我要做惩罚。你过来一起看，不然的话我猜不到。他的口型，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我再说一遍啊，再来一遍。嗯，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它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对，哎，差不多哎。你能看出来？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对吗？对对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是不是很好猜？
谢谢青青手下留情，谢谢谢谢。好惨，我说。我看到那个票子，我就说：“青青，你给我拿张白纸过来，我要投降，我打不过。”我感觉我说的都比较好猜，因为我这几天完成法全说的是基本上都是就是斯琴高娃语录，就比较好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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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免疫力这可就可以。对，提高免疫力，因为我打了阳胎素啊。嗯，展开了，展开了吗？今天又展开了，展开了，皮是不是展开了？皮都炸开了，对，皮都炸开了。好的，七七最近打了马胎素，最近生孩子一泻千里。啊，好羡慕哦！你们不是在备孕中吗？什么备孕中吗？这边建议您打一下，你那个好的，好的，给他退一下吧。好，等回来把那个链接推给你啊。可以，把医院推给你。行，让你老公带着你去打一下。那可以，好，提高一下我的能力。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啦。行，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好的，拜拜，拜拜。我真的不是，它是一种由内而外。你们感觉今天？我们看你手机吧。斯琴高娃冒号，你们自己没话说吗？这怎么还喝出声音了？他吸椰汁怎么能吸成一啊？吸出我们忘说了，我们应该玩那个，啊？怎么8:45了？那个怎么说来着？哇塞，怎么8:45了？哇塞，怎么8:45了？不，你那个语调要拐一下。有人连我们，连一下。有人连我们，要不要？哎，错过了。你不用犹豫吧，你想连你直接连就好了。你要玩那个？哇塞，怎么8:45了？小杨的发型，对，就是昨天带他去理的头发，然后我感觉这个发型，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发型的，家人们。那倒不是因为那个，那是因为什么？哦，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你剪的这个发型是不是皮展开了没有？展开了吗？哦，那倒不是因为那个。这种连我们连一下吧。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而且晚上剪头发了吗？对，剪了头了，剪头发了。夏天了嘛，就是凉爽一点。对，太热了，不然有点太，它太长，剪头发像清爽啊。对，一下感觉就，我也好像，皮就展开了，是不是？感觉展开了啊，感觉皮一下，感觉年轻了很多。对，真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年轻。它是一种由内而外，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年轻。啊，那倒也不是，那倒也不是。对，那倒也不是由内而外的年轻。那我们今天玩什么呢？我们今天什么呢？哎，我那时候想了一个神话什么来着？哎，我这记性太不好了。没事，那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结尾再说也行。对对，那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好的，好，期待你新的惩罚。嗯。OK。行，那我们就重拍一下嘛，还是行？那就再来一把，然后好的，那先闭麦了。那我先闭麦要掉了。有人说我今天格外开心，家人们可不是开心嘛？家人们，今天就是比较滋润，就是有了。就是滋润住了，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滋润，家人们。哦，这是可以说的吗？家人们，我发现大脸妹小杨同学改名成了小脸妹小杨，然后又改名成了寸头小杨。我觉得他寸头真的比他长头发要好看。他之前名字改了，他之前长头发的时候太长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一直动他的头发，我直播的时候我就看着很不舒服，家人们，因为我就不喜欢就是小动作太多的那种，家人们。滋润了吧，今天就是由内而外滋润，今天就是到8点钟都很滋润。为什么大家都说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没啥特殊的呀。放过自信高娃老师吧。好的。
其实我最近，哎，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家人们，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你们有没有刷到那个，就是不是有那个话题叫做与素颜和解嘛？然后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女生，我不能说她的名字，但是她就是她戴了一个很大片的美瞳，然后梳着短的那种刘海，然后画了一个很大的卧蚕，然后她就是她与素颜和解的时候哭了，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啊。我应该对对就是他，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对陶老师真的好搞笑，家人们真的好搞笑。我就是我没有想就是任何的，就是对他怎么样，只是我看那个视频，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应该会火，嗯，他就这段话应该会火。我本来想今天拍一个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仿妆，就不是仿妆吧，就是他的那个视频的同款。后来我怕就是被人说，然后我就说算了。就是有人好像就是对女孩子不太友好嘛，就是我没有觉得他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女孩子爱美一点很正常，非常的正常，我很能理解他这种。他为什么哭呀？他就是想节目效果，你知道吧？他就想拍那个与素颜和解，然后他哭了。他就我是真的觉得好笑，我不是觉得他很茶或者怎么样，我是真的觉得好搞笑啊！我觉得，我们助力一下，助力一下，家人们，我们点点小心心，点灯牌，点小心，点灯牌，等一下再说这件事。我们差是四个人，我们大家点点小心心，点点小心心，单手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等一下加成。可以啊，家人们。这把要赢了咱结束了就拍单手抱怎么样？对对，也可以，就是、嗯、我是说是直播结束了，对，直播结束了跳上来那种单手抱、嗯、拍那个单手抱那个，但能跳上来吗？我怕我跳不上来。其实那个单手抱我前天就想拍，但是就是因为最近事真的太多了，因为昨天杭州难得出了一次太阳，然后我就是出门了一趟，因为太久没有出门了，一直下雨，然后我昨天就一直在外面，昨天我都是很晚才回来，因为陪他理发嘛，然后所以就是没有拍，因为最近照片囤了很多。嗯，家人们，大家去看我的公主号上面写的，我们两个昨天在进行一些展开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啊、别说了，加成了，一直在被我儿子偷看，小四郎一直躲在角落里面偷看我们两个。我们加成一下，家人们，我们请加成一下，还有十五秒，还有十五秒，家人们。谢谢打卤面，谢谢打卤面，谢谢我小精灵，谢谢薯条姐姐。我们还有十秒钟，我们还有十秒钟，家人们，家人们，谢谢大家小心心，谢谢热气球，谢谢兔兔，谢谢大家的众筹，谢谢大家众筹的助力，家人们，家人们都得去看公主号呀。这是可以说的吗？这是可以说的吗？小杨，可以说呀。这是可以说的吗？大家都要看公主号呀，不然我白发了。以后不要说公主号，你要说 princess 号。因为想要真的很懒，我让他更新一下他的那个 princess 号，然后催了半天，今天终于更新了一篇。小四郎真的昨天全程在看。啊，你把灯关一点呢，感觉有点亮，弄得我脸反光。可是关点它会更反光。为什么？那全关掉呢？全关掉的话就很黑。嗯，好，还有十秒钟，家人们还有十秒钟，还有十秒钟，我们浅众筹一下，浅众筹一下，家人们浅众筹一下。啊，我感觉不太行，这把应该是不行了。我们谢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助力，谢谢我们的打卤面，谢谢我小精灵，谢谢烟，谢谢薯条姐姐，谢谢西晨，谢谢墨朵，谢谢故人，谢谢元宝，谢谢鱼，谢谢一起来看星星吧，谢谢大家。灵念打地上了，没关系，谢谢大家。我们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惩罚。Hello， 估计他们有。惩罚的话可以查房吗？可以的。卧室吗？支持查房吗？啊对，卧室就行，就三个地点吧，然后就三个地点就行，然后床头柜，然后垃圾桶，枕头下面，垃圾桶不太行吧？不是垃圾桶，两个垃圾桶换一个，垃圾桶换一个吧，那就床头柜、枕头下面，还有换个加个衣柜吧，衣柜可以，这垃圾桶就是纸多，也没啥，就是。我怕有那种东西。好了，那开始吧，我们。你去吧。我把开始吧。先摆一下。对，然后咱们先看一下，能看咱们就看能看的就行，就看能看的就可以。
行，我开个后置啊，等一下。嗯，对。嗯。因为你说床头柜，我们的那个床头柜，对，我们的床头柜放在衣帽间里。哇，好多衣服。对，然后。哎，等会儿、就是、我看看先。就是那个东西啊，就是。就是一些个就是。一些油料，画画的油料，就是、油料、就是一些那个，啊、就是不要的。啊，好、嗯，可以了吗？啊，可以，我可以，可以。然后是什么衣柜吗？衣柜，对，衣柜。衣柜，我们放衣服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衣帽间，就是、纸多，啥也没有。对，就是纸比较多，其实也没有。比我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比我从小到大穿的多。啊、然后，好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衣柜，不知道我是赢了，一时间不知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衣柜我觉得就是没什么看的，因为就是都是衣服。然后这个是还有枕头下面，枕头下面，枕头上面怎么还有个那个？快收一下，枕头下面就没有东西了。枕头下面换了内裤，没来得及收，就这样蹭到下面去了。哦、可以吗？哦，哦床单也挺皱的，床单挺皱的，那就行。也挺皱的啊，那倒不是因为那个，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啊，那不是因为那个啊，可以吗？行，辛苦了，辛苦了，行，辛苦了，那我就先出了啊，你们玩的开心，嗯，好，辛苦了，嗯、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等一下，我把它放一下，我把这个手机放一下。啊、哦，那倒不是因为那个，家人们，我感觉这样子光好一点，有没有？就是光，不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这个离我们太远了，这个光。我感觉是太亮了。不是，我觉得是太远了，然后我们坐太远了，所以它照不到脸上，你就会觉得有点。我觉得挺好的呀，这样，很美丽、啊。你是美丽、啊，你咋样都美丽，我还丑陋了。你也很美丽、啊，你坐过来。哎呦，磕到了。小心一点，把这个门关上。我去上厕所，把头磕到了。好嘛好嘛，揉一揉。没事没事。家人们，我们那个金鱼啊，那个金鱼我真的好好的说一下了。那个金鱼真的是我有史以来养金鱼养的最长的一次。那个金鱼它竟然已经就是在水里畅游，并且就是没有那个钓，它已经超过两周了，一个月了吧，老公？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对，我就养的好。是你养的好吗？你有给你最近有喂他们吗？你就是不能完全，我要好好的掌握好这个喂的这个频率，既不能喂多，又不能喂少。我们有松节油，我们松节油在那个柜子里，那个是另外的油，嗯。什么松节油？就是我们换油换了松节油，那天不是买了那个油换油。家人们、嗯、真不会觉得，你们真不会觉得那床头柜里的油真的是换油换的油料吧？嗯，家人们。就是化油化的油料，没错，大家猜对了。化油化的油料在另外一个柜子里。嗯。那倒不是因为那个。那倒不是因为那个，这是可以播的吗？这可以播的吗，家人们？可以播的。家人们，我们捞一下人气票，我们等一下下一把 PK 的时候捞一下人气票。就是捞人气票，就是点一下那个上方黄色的小星星，然后有个为他助力，然后每天可以有免费的人气票，肯定有100多张吧。然后如果分享直播的话，还能再拿60张。然后就是说这样的话，每天大概会有200张左右的那个人气票吧。然后就是捞一下免费人气票，第二天12点的时候过期啊、哦。然后我们就是不捞也白不捞，反正现在也快还有一个小时就第二天了，家人们。他有点像于小彤，我倒不觉得他像于小彤，我觉得他有点。像我高中同学，我们谁也不像，家人们、嗯、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嗯、就是我们都只像我们自己，只做好我们自己就好了，对不对？是的。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们虚度了的青春。你为什么最近总哼唱这些歌？我最近很喜欢老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嗯，想的耳朵，想耳朵，他耳朵其实真的有点像精灵耳，就是蛮大。怎么了，家人们？怎么又发现我的耳朵？我耳朵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今天总说我的耳朵？是我今天头发给盖住了，看不清吗？不是，因为你的耳朵，因为平时他们应该是觉得你平时照片里的耳朵就很大。八姐，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是我 P 的，然后其实就是你的耳朵就是很大，嗯。心肠不坏，八姐。
耳朵大心肠怎么唱来不会八戒八戒心肠不坏八戒好像有个耳朵大什么之类的傻的可爱黑头大耳朵你怎么这么懂宝贝我看过这个动画片啊等一下啊我已经知道是哪首歌了他放前奏我现在就知道夏夜晚风家人们我老婆直播的歌单就是那十首歌来回循环一遍那我这次换一首因为我刚觉得我好像我刚开播的时候嘴巴还是我刚开播的时候嘴巴就这个样子的怎么了你觉得我的嘴巴好像有点坏哎呀你水瓶喝完了后上呀有没有撒了好几次、不会啊有吗你自己咬的吧这个位置是你自己抠的把你唇膏给我我要吐我看看抿一下我看一下你是不是看了 Night Shift 那什么你没有看夜蓝吧怎么这么黄啊你看好就这样我上嘴唇应该是我自己连下我们请连下那个谁杰尼龟刚连我们他怎么还在 PK 啊家人们他真的批了一天了那我们就连下那个任陶伶吧马上了那我们等一下他吧因为他刚才连他刚开播的时候连我们我就想那我就去连回去因为刚开播的时候我那个光太黄了然后我刚调了一下光然后我想连他的时候他就是在 PK 然后我就想着我等一下把他连回去那就等一下他好的我等一下今天是不是那个谁没有播呀、辉辉跟远哥是不是没有播啊今天辉跟远哥是不是没有播没有播对我就说我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他们老婆他们可能今天在忙、我们第三个还是有福了你好夸张啊你我刚才替我们第三个孩子摸了一下有福了他三胎政策好啊家人们我的嘴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嘴巴就真的是恋爱了之后它没有一天是好的当然了这里面不只是我的原因啊他自己也喜欢咬他真的像个小朋友一样我不要戴个口罩好了为什么因为嘴巴真的很奇怪、这个不奇怪啊不奇怪吗怎么了你嘴嘴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天还肿了我昨天还涂了那个唇膜你的嘴巴是肿了吗没有肿它就是一块白一块红就是有一小块红的是因为你扣外面那层表皮你扣破了它血管硬出来了哦那你就涂点这个口红都给它你让我都给它变成红的呗小杨让我涂点口红把我嘴巴上的这个伤口遮住那就都红了不就均匀了唇色这样子呢啊毛细血管对就是毛细血管怎么感觉更奇怪了
你涂的不够多哎、啊，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你自己咬的？自己撕的你这块，自己撕掉了一块皮，有吗？对呀、啊，你这红的这块自己撕掉了一块皮，那怎么办？哎呀，宝，别撕了，把旁边的皮也撕掉了。什么？你不嫌疼、啊？我没感觉，我嘴巴上。哎，你还撕着？你看，他下意识总开始撕，不咋办？你等它长回来吧，养一养。我姑且可以先以新脸来代替那什么，很奇怪，他真的跟个小朋友一样。我们两个在那个餐桌上坐着，他坐着坐着就开始什么撕嘴皮吗？那我模仿你呢，咬指甲。对啊，他开始咬指甲，但咬指甲咬一会儿开始撕嘴皮，咬指甲跟我嘴唇没有关系，但你就是举动像小朋友一样。不是，我就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咬指甲，就是改不掉了，家人。我指甲就是对，就是之前我拍那个视频就捂嘴的，然后有人问我的手指是不是那个雏形指，坐后面，不用就这样呗，坐前面，坐后面我的光就没了。你要不要往前？你往前点坐，你坐太靠后了，我没法。那我就这样子。不是，你往前点坐吗？就这样呗。嗯，没啥改变。就咱们俩，我感觉我们两个离镜头有点远，太远了。嗯。离镜头远显得我头比较小一点。没有，我就是习惯去咬它，然后我就是觉得我在思考的时候要咬指甲，然后我才可以，就是还可以帮助我思考，不然我就会觉得大脑空白，然后我就可能因为这样我手指咬得很奇怪，因为从小就咬。他们说做美甲就不会咬了，那 我不想做美甲，干脆就做美甲。我做美甲也会咬的，家人，我感觉是改不掉。他会把美甲给咬掉。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习惯，我觉得就是习惯。好，我们连一下紧紧龟哦，他连完了。Hello， 哎 ，Hello， 好久不见。刚才你连的时候我刚开播，然后我就刚才我想把你点回来啊。哦，你们十点多才播啊？对，我播的比较晚，我们平时比较懒。哦，行。我们今天想了一个就是惩罚，就是那个就是你们说了就是就是刚就是感觉就是刚参加非诚勿扰，然后出来了一个那个自我介绍啊。我知道那种。嗯，可以，我们俩要分别介绍，类似于就是我们是两位嘉宾对吧，就是类似于征婚嘛。嗯，对，两位嘉宾就是类似于征婚嘛。不，你是这个样子的，你当那个五号嘉宾。啊，我是十五号嘉宾。对啊、然后他呢就是当那个来就是来来征婚，就是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只有你一个，就是我就是来找十五号嘉宾的，我要把他带回家，但是被你拒绝了。对，惨遭拒绝，你把灯给他灭了。嗯，好，可以有点复杂这个对，就是你啊，我给你梳理一遍，就是一开始就是我放个那个非诚勿扰的那个进场音乐，嗯，然后呢，嗯，他就开始自我介绍啊，我今天我来就是寻找我的爱情，嗯啊，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行，我想找的嘉宾他就在这里，就是他，我今天就是要带他回家，行可以，行，嗯，好，行，那我知道了，可以的，好。那我们做完、这个，对不起，有点复杂了。做完这个吧，虽然有点难懂，嗯。好，行，那我们都玩这个吧，我们都玩这个吧，要不？嗯，行，可以。那我们就再来一把吗？我再连一下。好。好，那我们先闭麦了。我们也闭麦哦。你听懂了吗？我没有听太懂，就是说我是那个嘉宾。你看过《非诚勿扰》吗？我没怎么看过。你站在一个台面前，我看过一两集，总共是24个女嘉宾，你是十五号女嘉宾、嗯、啊。我一进来之后，你就是瞅上我了，对吧？大家好，主持人好，孟老师好啊，我是谁谁谁，来自哪里啊？我大家好，然后。
然后一顿配乐，然后我要怎么样？我全场的闪光灯，我要很高傲的走出来。全场不用，全场的闪光灯往我这里聚集。然后我要什么？我要装作我看不上。不，主持人开始，初选，爱的初选，然后就二十岁女嘉宾开始挨个灭灯，就是第一眼印象，你看我怎么样？你觉得我不行，你咔嚓给我灭灯。所以我要去给你灭灯了。我是灭灯的，我是留灯的那个人。你可以先留，我是有选择权。听我说嘛，你先。不是啊，我不是女嘉宾，我不是从里面走出来的。我先把戏给你导一下。啊啊好。你就是你不要，你怎么这么懂啊你？你是不是参加过？我妈这个节目，我从这节目开播，我妈就看。所以那我是要走出来的，我是在场上的还要走出来？你是在场，你是走出来的？对，我走出来的，你站着等我就好了。啊、但是我们在镜头面前就是这个都坐着的，怎么这么复杂呀？这个，我懂了，我大概懂了，我大概懂了，家人们，我大概懂了。但是我还是有点迷惑啊，我等一下。等一下，试一下。然后我真的没有看过，我好像有看过一两集。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两位老师好，孟老师好，主持人好。因为他那个主持人是孟非老师吗？是那个光头是吧？然后，我是小杨，来自东北，今年21岁，22岁。21岁，是你要介绍，不是我要介绍。对，你们的信息资料，我在来之前我都已经看过了。你们24岁女嘉宾我全看过了，然后我来，和其中一位24/4来配个对，但是我在来之前我就认准了一个15号女嘉宾。哎，我头好痛啊，家人们，我头好痛啊。我怎么感觉这比我就是上高数课还要头痛、啊？为了一会儿演起来、啊。哎呀，我不行了，我头风发作了。我头风发作了。演不好尴尬哈，我给你排一下戏，我告诉你啊。然后主持人，我说主持人说好，爱的初体验第一轮选择，各位女嘉宾开始。怎么还有爱的初体验？然后你先不要。你先不要灭灯，你就端庄的坐着，然后噔噔噔噔噔，然后那灯灭掉了一部分，灭掉了一部分之后，主持人出来聊了一会儿天，然后紧接着主持人说：“好，请看第一段 VCR， 就是我提前录的一个 VCR， 我介绍我自己的。能不能我看你演？如果我们输了的话，可以，嗯，都可以。好，然后紧接着我在 VCR 里我就说，其实。”在很多在许久很久之前，我开始关注这个节目。节目中的一位嘉宾让我印象深刻，之类巴拉巴拉巴拉。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觉得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这次，哎呀，我头好痛啊！家人们，我任何人来，我只为他而来。我们还有一分钟，不忘记拉票，家人们，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就是前奏抄一下，前奏抄一下。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我还没有听懂这个节目的流程，我只看过那个超级女生，我综艺看了很少，家人们，我真的很少看综艺。他那个他是三轮灭灯，第一轮就叫爱的初体验，就看你这第一轮要不要就是灭灯那种。好了，我知道了，到时候。一会儿我来 Q 流程，我们还有一分钟，家人们，我们一分钟，家人们，我们就是减重筹一下好吗？真的这个好复杂，对我来说，还不如让我演《甄嬛传》呢，还不如让我演《甄嬛传》呢，家人们。谢打卤面，谢打卤面，谢我打卤面，谢谢我的鱼的掌声明珠，谢谢大家。我们还有40秒，我们还有40秒，家人们还有40秒。我真没参加过，家人们。他可能是有点这个经验，他可能是有这个《非诚勿扰》的经验。我也总不能上去找男的吧？他是灭灯的那个。我上去之后，我说：“莫躲的保时捷在打卤面的，打卤面的那个钻石，谢谢大家啊，不是珍珠啊，我们还有10秒钟，还有10秒钟，家人们，我们还有10秒钟。谢谢娶你回家，谢谢娶小杨回家，还有10秒钟，家人们还有10秒钟。谢谢我 Coco 的抖音一号，谢谢打卤面，谢谢 Coco。”谢谢大家，谢谢 Coco， 谢谢林念，谢谢大家，谢谢团团 ，Thank you 大家，谢谢大家，我来谢一下，我们谢谢我的，谢谢我们 Coco， 谢谢打卤面，谢谢墨朵，谢谢鱼，谢谢 SUN， 谢谢林念，谢谢狼女郎，谢谢小狼女变强，谢谢乖宝，谢谢薯条姐姐，谢谢大家，我看一下麦 ，Hello，Very fun，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白切黑是一个形容。是吧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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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演了啊！我来给你放个音乐哦，你给我们放个音乐。我给你放个音乐，等一下，我换一个光。啊，这个要有音乐的吗？
对，好像我记得是有的。他没看过，你不是看过《非诚勿扰》？你不是忠实观众？我总看，我来 Q 流程就好了。他不太懂怎么搞，对。哈哈。嗯。对，是这个音乐。大家好，欢迎下一位男嘉宾出场。大家好，我叫小杨，三位老师好，孟老师好，二十岁女嘉宾好啊。我叫小杨，来自东北。你好，你好，你好。22岁，然后紧接着，孟老师上来了。然后好，这位男嘉宾现在就是爱的初体验，这大家对他的印象如何？然后大家24岁女嘉宾开始灭灯了，你先留着，你先别灭，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灭了几盏之后，然后老师上来之后，孟老师上来之后，跟他聊了一会儿，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紧接着请看第一段。所以杰杰龟是孟老师吗？所以吴奇林是孟老师吗？哦，我是孟老师。请看第一段 VCR， 请看第一段 VCR。然后是你的什么？啊、你的个人介绍。我在 VCR 里面演，我在 VCR 里演，我是提前录好的 VCR。我说，从我很久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我就被其中一位嘉宾深深的吸引住了。这次来，其实我就是抱着向他表白的心思来的。我的心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我的心里总只有他，他身高1.8米，长相非常可爱帅气，不好意思，我有点语塞，我就不多说了，他就是第15位男嘉宾，段玉清先生，然后紧着魏三放完了，然后孟老师上来了，这个时候全场一定要噔噔噔噔，全场一定要哇，然后。好浪漫、啊、然后紧接着孟老师上来说现在这个情况也很明朗了，人家男嘉宾就是为了15号嘉宾来的，那你15号段月星你有什么看法呀，然后你开始表演，你拒绝我就行了，我就说啊，我要这样你说其实你就是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夸奖我一大顿，然后最后说我不太，其实我们两个不太合适。谢谢这位男嘉宾的心意，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不是那么合适，我宁愿哎，我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物质的女人，我就是因为可能你年纪太小了，我想找一个成熟一点的，我宁愿在宝马车里边哭，我也不愿意在自行车里边笑。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谢谢你，不好意思。你瞪，然后灯灭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全场一片哗然，然后孟老师也陷入了3秒钟的沉默。孟老师说：“你的戏好多呀，看来结果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然后我走之前我说。没关系，其实我觉着这次的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我觉得我不会放弃追求他的，我们即便不能成为恋人，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一定会再回来的，下一次我明年还继续来参加非诚勿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我就走了。期待明年相见，谢谢你们。我演的好像是参加过非诚勿扰一样。你其实就是参加过吧，应该你告诉我。我可能之前我偷偷去参加了之前。真的熟练。流程我觉得不错。真不错。很不错，这波就是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真的赚到了。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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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脸都笑红了。他有点尴尬了。我脸都笑红了。真的演得好，真的演得好。对，他们都是演得好，我从小陪我妈看，就是流程很熟悉了。哦，不错不错。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吗？好像已经没有了，好像有还有啊。嗯，好吧好吧，行，那我们咱们下次再连吧。好，拜拜，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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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拜。家人们，都得我跟对面主播外交了，我老婆已经笑得不行，已经出话了，我得我跟对面外交了，真的不行了，家人们，我脸都笑红了，我真的救命了，我真的救命了，我第一次就是觉得，我第一次觉得就是他。他可以一次性说这么多话，家人们，我一直以为小杨就是那种不太说话的那种人，家人们，
真的不行了，家人们，我真的受不了，我笑得披头散发，家人们，我真的笑得披头散发。啊，对，最后一句，忘了这回事了，怎么忘了这回事了呢？你还要干嘛？你还要给看一下宝贝儿，你看，你还有一首背，你还有一首结尾的音乐。对对对，他这个每次表白失败之后，男嘉宾退场都要放一首这个。这样，然后一定要慢动作，男嘉宾落寞的离场，走的时候，然后他的下台阶，哇，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参加过这个节目？其实我真的参加过。我前几年我上去之后，我跟孟老师说，我说孟老师，你把我安排到第25号嘉宾的位置，我就等一个男嘉宾，我上去找男的来着。你好可怕呀。我上去找男的来着。你好可怕呀。我真的，我这个节目我真的没看，我只知道当时那个，我宁愿在宝马车里边哭，我不要在自行车里边笑，我只知道这一句，因为当时这句很有名，还上了报纸还是怎么样。我都是通过就是报纸还有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大眼仔来了解这些信息的，我真的就我完全就是没有从头到尾的看过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就觉得我看不下去，你知道吧？然后我们家也没人看，可抓马了，老婆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挺爽，真的，你每次陪你妈看这个，江苏卫视晚上9:30，我记得是演到将近11点，然后紧接着、哎、不行了，我真的我笑我头疼，我插一段广告之后还得再重播一遍。真的假的？9点来钟演到10点多钟，然后插一段广告再重播一遍。一天基本是四个男嘉宾，一场四个男嘉宾。真的？有还有什么各种外国场、美国专场、什么英国专场，就是各种海归啊，还有外国人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好可怕。咱就是说，家人们，我怎么可能去过？我不可能上去找男的。哎，我头好痛啊！我真的笑了，我头痛。你按太阳按一下。我总不能上去找男的吧，家人们？我跟孟老师说，我说孟老师，我来报名我不是为了别的，我不想找女嘉宾，你给我安排个位儿，我在那角落里坐着，要是哪一个男嘉宾上来我心动了，我就跟他走了，我总不能这样吧。哎呀，我头好痛啊。我觉得你不上，你不去当这个节目的导演都屈才了。如果这个节目以后要出续集的话，没有你我不看。真的不行了，笑了我头痛。那我室友让我滚出去笑。专场的都很帅的，高质量那种。没错，专场的男女嘉宾都很优秀，就是那种。你是不是每一集都会看？会看，哎，对。真的吗？非诚勿不是每集，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他一周一次嘛，所以其实你也是爱看的。不是我每次我妈播开我都很我以为你是被你爸妈逼着看。我本来我在看节目，结果是你逼着你妈妈看，是不是？小杨的妈妈好可怜，要陪小杨看这种节目。我每次看节目吧，我看就是看着看着我看我自己的节目，然后我妈到了9点来钟说，哎，快看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然后我就很不情愿调到江苏卫视，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就跟我妈一起入迷了。我说这男的，哎，这男的这女的，我就开始。你好，你真的好夸张啊！哎，你知道《非诚勿扰》史上出过一次很有名的事吗？上过新闻的。是吗？就是他牵手成功的一对男女嘉宾，后来两个人在结婚还是恋爱过程中，其中一方把另一方给。真的、啊？嗯，是《非诚勿扰》里面的吗？对，就他们俩。我以为他们节目都是假的呢。他一部分是假的，一部分是真的。就算你牵手成功之后下去，你也不一定就是在一起了，他可能就是演的戏，牵手成功之后下去就做朋友了嘛，就认识了一下。他很多人，很多他请的是演员呢，你看现在请过很多网红上去都有。我真不知道，家人们，这个是能说啊，这是能说的吗？这是不能说的，这是不能说的，真不能说。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天哪，好可怕呀、啊！这个节目，还我们家真的没有人愿意看。我妈平时看是《我是歌手》，我只有陪她看过，你看过那个吗？我是歌手，看过，就歌手吧，后来改名叫歌手。我只看过那个综艺，其他综艺我都没有看，还有快乐大本营，可能就这两个吧。其他的我真的都不看，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看电视的时间比较少。
跑男我也没怎么看，跑男我只看了一集。有剧本的。我那个非诚勿扰是有剧本，有吧？应该有有 有。对，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非诚勿扰，有是有，应该不是真的吧？但他真的有下来之后，真的吧？可能有这种假戏真做，就是两个人真成产生感情了，就真在一起了。嗯、但是我知道在上面，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新闻。我明天让你看，我也没看。我看动画片比较多。他看蜡笔小新，他现在每天吃饭还看蜡笔小新。对，我看动画片比较多，我真的不太看综艺，家人们。但是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应该知道那个新闻，就是他那个节目上面牵手成功的一对下来之后，好像是那个女的把那个男的给，还是男的给女的，我忘了。真的。因为矛盾，他我不知道哎。两个好像都已经结婚了，然后我也忘了。所以你不仅关注《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你还关注里边牵手成功嘉宾的他上新闻了，后续发展上新闻了，很有名的。你是不是导演？小杨不仅关注《非诚勿扰》里面牵手成功的嘉宾，那还很关注每一位嘉宾牵手成功嘉宾的后续发展。哎，我不行了，我真的我笑死了。还有对，有带娃返场的，有结婚生子，还有带娃返场，对。给我喝口水。嗯，《武林外传》，那《武林外传》永远的神，家人们 ，YYDS。我童年的两大回忆，《武林外传》《家有儿女》，可能还得加个《炊事班的故事》。就这几个剧啊，就是顶呱呱，牛，真的很牛，真的顶呱呱。我的回忆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家人们，那你一定是00后，我猜。所以你们懂了吧？就是我平常在家里，就是小羊真的，他真的就是很喜剧人，他真的就很喜剧，所以就是每天基本上就真的会被他吓到，就很开心嘛，反正跟他在一起，嗯。今天下播，我再播一下吧。今天播的比较晚，我才播了可能一个小时，我再播一下下。武林外传，我记得当时山东卫视播。我嘴出血吗？我可能是刚才笑出血的。中央九电视剧频道好像也播过。亲家人们，小杨是有点模仿能力在身上的。是有点模仿天赋在身上的，家人们。狗狗你的头这样看真的好小，是吧？对啊，你看，我的嘴还好啊，我的嘴就这里有一个小红点，其他地方还好吧，家人们。模仿一次大周，大周台词，大周是谁呀、啊？炊事班的故事里面的那个买菜员。嗯，他的故事，他的台词我有点忘了，他台词我有点忘了。哦，一个父子是易拉罐，那个叫哈皮父子，那个我是看过的。你看过那个吗？哈皮父子？没看过。我看过那个哈皮父子，那个真的很好看，第一部很好看，第二部就不好看了，家人们。我们连一下。连下那个任桃林吧。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呀，不一样了，剪寸头。对，因为他老被说这个，然后他就决定啊，不是吗？他就决定要、哎、要做这个，他就决定。哎，你俩这样的话，就是那种 CP 感更强了，是吗？就更搭了，更搭了，更搭了。真的吗？角色分明了，是，可板正了，看着。对，精神，主要是夏天比较热，就理个短发。确实，就现在特别分明，黑衣服的肯定是零嘛。对，说的很对，是的，就是更明显了。没错。咱们是一种反差的 CP。对，我们是明白。玩点啥呢？咱们。我们今天，你们最近有玩什么好玩的吗？我们最近今天玩啥？今天我回忆回忆啊。嗯。哎呀，玩了。今天零元够了。今天。那没意思。
然后再往前是我们最近老打就是四个人四个 人,、哦、四人全都是那种集体的惩罚、啊、对、哦、那我们就玩那个猜口型，你们有玩过吗？没有。对我来说，你说吧你说吧，就比如说表达欲很强，就是比如说我们输了的话然后你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麦闭掉，然后你们随便说一句话，我们根据你的口型猜这句话是什么内容。啊，哎呀，好啊，啊，这个好，这个好。输了的话就做五个蹲起就行。嗯，就是没猜对的话，就是没猜对。嗯，好。好好好，这个好玩。对 ，OK OK。啊，这个好玩。行，那我们再连一下，我再连一下你。嗯嗯嗯。好。那闭麦，我闭麦了。我也闭麦了。主要是我老婆有时候讲规则有点急，她有时候讲的可能就是对面可能没有听懂。不行，我今天脑子不在状态，我被你那个非诚勿扰搞得我现在就是有点头疼。我现在对面也是一对嘛，对面是很美的两个小姐姐，她们是关系很好很好的那种关系，是大家猜的那种关系。哇，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对面的小姐姐。真的真的不能八点睡，家人们，八点睡的话就真的会很困。对啊，那你说赖谁呢？我流眼泪了，我想起了那个谁，就我看了那个视频，第一次看到今天想拍一个与素颜和解，然后就用卸妆棉卸掉了一只眼睛，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素颜，看我这个大眼袋，还有还有这个痘痘，还有痘印，还有浮肿的脸。还有浮肿的脸，你在演他吗？对啊，你没看过那个吗？我没看。好火呀，最近这个很火呀。我敢保证，他跟我说完之后，我现在就给你搜，我下播肯定能刷到。我现在就给你搜，你不搜肯定能刷到的。那不行，这个上面没有投影。算了算了，我一会儿下播能刷到。我觉得他，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会发展成第二个阳台素的梗。我觉得是，我是真的觉得，哎呀，我没电了，我充了电，我刚才就没电了，忘充。我冲了下去，刚去看了，真的就脚趾抠出一个城堡。家人们，他把视频删了啊！他把视频删了，把视频删了，对，他是删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挺可惜的，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把那视频留着，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搞笑，家人们。很有效果是吧？不是，就是真的很搞笑，就是已经不算，就是我感觉已经就是给已经就是可以发展成一个梗了，家人们。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是就是超出了就是。超出了那个评价的范围，他应该 是一个新的梗了，家人们。可能真的无意做出来的嘛？然后不行，我现在就要给你搜去。他删掉了呀。别人有那个有录的。真的好啊，不是这个。不太敢正视自己素颜时的样子，可是突然看着看着，要说我没有这样认真看过自己。好像每次只有化了妆才会好好看自己，突然觉得我好像老了很多，失去了那份自信。突然很想正视自己，拉近看看脸上的瑕疵。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看他不想笑，我看你演的真有可能。不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笑。我觉得就是，我都觉得就是我已经不想说什么，就是我只觉得这个视频真的好搞笑，家人们，我是觉得真的很搞笑。我觉得他删了真的可惜了，这本来可以发展成一个新的梗的，家人们。好了，我们拉拉票，我们还有一分半，家人们还有一分半。没关系啊。我真的本来不想笑的，他给我来这一出，我就实在是确实有点我为了我们第三个儿子，我帮他摸一摸。不可以。听说多揉一揉可以增加维度。我们还有一分钟，家人们，还有一分钟，一分钟，我们就是众筹一下，注意一下血条，家人们，注意一下血条。
谢谢墨镜，谢谢打卤面的怦然心动。我们还有45秒，还有45秒，家人们，还有45秒，不要忘了，还有44秒，家人们，谢谢打卤面的热气球，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俩有两个儿子，有的。谢谢打卤面的烟花，谢谢也有刘花筒，他们会上，他们最后会上，家人们，会小心一下最后。两只猫，就是我们俩。小心一下偷塔，家人们。还有25秒钟，还有25秒钟，家人们。嗯，谢谢蓝天的私人飞机，谢谢你的小心水薯条姐姐的奖杯，谢谢打卤面的小猫猫，他们开始上了，家人们，他们上了，我们众筹也众筹一下，谢谢谢谢点滴滴，我们谢谢乖宝，谢谢宅太难得的魔毯，还有3秒钟，谢谢团团的奖杯，谢谢 Coco 的樱花列车，谢谢 Abby， 哎呀，险胜呀，险胜呀，谢谢 Coco 的樱花列车，谢谢樱花姐姐，谢谢点滴滴，谢谢大家众筹啊，谢谢大家众筹。我们谢谢我们 Coco， 谢谢打卤面，谢谢蓝天，谢谢咱三德，谢谢电梯，谢谢薯条姐姐，谢谢 SUN， 谢谢乖宝，谢谢林念，谢谢 ABB 名字一点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Hello， 谢谢子子，谢谢陈，谢谢小梅，谢谢兰兰，谢谢瑶，谢谢火龙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差一点，咱们今天晚上为何总是如此？100。Hello，Hello，Hello。来吧。行，我们想一句话，然后告诉你。我需要把你们的麦关掉，然后我猜。哎，那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猜没猜对？因为我不关你的麦，我就可以听到。哦，对对。然后我先说几个字啊。对。说哪一个？嗯，换一个，不要那个了。那我好，我数一下。好，10个字，一句话。10个字，嗯。10个字，这么多，你就他说慢一点，你就看他的口型就行。对，行，好好好 ，OK， 那我闭麦了，闭了就好，嗯，好，嗯，我知道，我知道，那我说了，我说了，你大点声，你大点，好，哇塞，怎么8:45了？花鸟鱼虫市场。花鸟鱼虫市场，再来一次啊！对，哇塞，怎么花仙8:45了？是一点都不知道。欢小我爱宝我什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哇塞，怎么？花仙子妹妹45了，花仙子妹妹是公主。什么什么什么？哇塞，怎么？哎，他们评论打出来了，他们玩了，他们评论打出来了，他们玩了。哇塞，怎么8:45？那我俩输了，我俩输了。你是不是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啊？什么视频、啊？很有名的一个梗，你学一下。哇塞，怎么8:45了？快起床的那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梗。没有没有没有。哦，那可能没看过，没看过就不知道。如果看过的话就会知道。对对对。我是什么花仙子？我一直以为我一直在猜花。不是，是那个搞笑视频最近的一个。嗯，5个就好，5个真起就好。来吧。好。5个是不是？来准备，走。1、2、3、4、5，好 ，OK， 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没事，行，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对，你们下次也可以玩这个，真的很好玩，好，好，我们会了，我们走了，辛苦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拜拜，晚安，晚安。他们没看过这个，可能比较难猜，因为这个我也是最近才刷到的，那个他也是听我给他过，就是不停的洗脑，是的。我那天我们两个，我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从外面吃饭，你们去搜一下那个，真的好搞笑那个，哇哇塞哇塞，怎么8:45了？快起床，这个样子。嗯、他就跟，哇塞，怎么8:45了？快起床，快起床，那种。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吃完饭，打车回家，然后我本来我脑海里面有蹦出一句话，我就想说一遍。好，要睡的先睡吧，家人。嗯，我想说一遍，结果我一亮开手机。
正好是8:45，是昨天我给截的图。嗯，我也是，我也是，我今天突然想到了这个，我今天刷到了无辜小丽另一条视频，然后我就又想看一下那个8:45的，我就又翻到8:45了，然后我就跟小杨在那说，我说小杨，哇塞，8:45了，小杨，然后我一看表，刚好8:45了，我说我靠，小杨真的8:45了，小杨。要收拾一下直播了，小杨，就是很搞笑，你们一定要去搜他那个视频。就是我感觉最近我觉得我刷到了几个，我平时刷抖音刷的比较少，但我最近我觉得刷到几个都是好搞笑，就是一个是那个与素媛和解那个，还有一个这个8:45，我都觉得好搞笑。我今天没连鲅鱼，对，我看一下上播，今天他上播，他好像下了比较早，我看一下，错开了，对，他今天好像下了比较早。我刚上播的时候看他在，然后我就想着我等一下连他，然后但他好像下播了，他今天，他下播了，对，想看单手抱，那我拍一个喽，嗯，下播了拍吧。我今天不是兴奋了，我今天是有点被他有点笑到了，一个非诚勿扰就给他整的不行了，给我老婆。他一个非诚勿扰给他整的狂笑不止，几点了？哎呦，哇塞，怎么11:45了？11:42了？快点快点，快下播了，办正事了，快下播了，办正事了，家人们。嗯，下吗？我们播到45怎么样？3分钟。对，再播3分钟，我们下播了，家人们，再播3分钟。嗯，我明天再播。我最近应该是今天明天后天都会播，应该是周五周六周天都会播，周一待定，这三天应该都会播，所以这三天大家就是这没有关系啊，今天播的比较晚，然后明天就10点准时播，然后有可能会提前一点，9:30的时候播，家人们。我们那个什么吧，我们拍个单手抱，然后我们今天早点下就拍个单手抱吧。嗯，简单，它很轻的，就是那次我记得不是我背着他做了50个蹲起吗，就是我想象中应该是很累很累，第二天肯定腿很酸，但是还好就没啥感觉，因为他真的很轻，他100来斤也真的很轻，他不像是很多男的100好几那种，他就是轻，背他抱他也没什么压力。通宵的理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大眼仔，大眼仔上面说的很清楚，他大家不知道大眼仔是什么？大眼仔就是那个你们平时刷新闻的那个东西，那个软件，某博那个 APP 刷八卦跟新闻的那个 APP。嗯，超微微蓝猫啊，超微蓝猫，我都准备下播了。超微蓝猫好像超能微微猫是什么？他好像一直在跟别人连麦，哦，好像是其他主播，那个跳舞的那个。啊，他一直在跟别人连麦，好像他连过我们一次，我们没连，可能是吧。他没有，他现在没连我们。没有吗？他今天没连我们。那开头好像还有一个谁连过我们？哦，开始连我们的是那个ins 少少，他也下播了。他是哪一个？就是我之前跟他连麦的一个男孩，也是 CP 的那种。下了，家人们，下了，头疼，我太瘦了，我还好吧？我可能就是头发长了，所以显得瘦了。头发短了就不瘦了，家人们。其实我还好，家人们，我下了，拜拜，明天见。谢谢雨景的怦然心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众筹，谢谢大家今天的就是陪我们到这么晚啊。我今天没眼镜，所以我看不太清，我就得看那个手机屏幕看大家的评论。对，明天去给他弄。我准备弄个隐形，又便宜又是说。对，因为他就是。他在想他要不要弄个隐形来戴一下，因为这个镜框眼镜就是他觉得戴久了可能鼻子有点酸，而且戴久了眼睛有点痛，他觉得戴着眼睛戴久了都不聚光了，感觉很散。对，他觉得他戴久了眼神涣散，他要准备弄个隐形，然后我准备明天去陪他去搞一个隐形戴一下。